陈柏霖和景甜一起出现在了某机场，当天两个人都穿得很严实，两人对视的眼神很深情，粉丝们就按耐不住了，这两人是在搞事情吗？两人在机场的动作让人感觉很亲密，好像他们是很久就认识的老朋友。仔细一看，发现景甜和陈柏霖穿着同款的情侣鞋，大甜甜身上的长款格子大衣和陈柏霖手中的格子外套看起来也好像是情侣款，这是穿着情侣装扮演情侣的节奏啊！网友喊话张继科调侃：“快来管管你女朋友。”不过12月份的张继科真的很忙，可能没时间见景甜，最近都在录制综艺，今晚9点见。其实张继科还不担心呢，因为陈柏霖和景甜一起现身，并且穿得这么般配，都是因为工作需要，他们因合作了新居火王系列。而这次两人是一起去开发布会的，陈柏霖和景甜这样看确实很有 CP 感，两人的穿着都是酷酷的英伦风，只是一个比较阴柔，一个比较俊朗，总之看起来很登对的。看来为了宣传新剧，明星们还真是用心啊。陈柏霖和景甜合作的新剧叫火王，一共分两部，第一部火王之破晓之战已经播完了，并且收视率很不错，现在正在热播的是火王之千里同风，两部都在湖南卫视播出。可以说为了年底的收视率，湖南卫视真是很努力的。火王是由深圳火王燃气剧有限公司与芒果 TV 联合打造的一部穿越剧，这部剧的投资方包括湖南卫视、芒果 TV、 冯小刚等大咖，而且这部剧是中国电视剧史上唯一一部和品牌同名的电视剧，这个品牌就是火王厨电，27年始终坚守燃气剧行业不动摇，一心做好造火王触屏523燃气灶，树立行业新标杆，这款在业界广受好评，支持触控和炫控两种操作方式，从文火慢炖到猛火爆炒八段火力调节，给你更多选择，各种烹饪火力需求都能充分满足，为厨房生活带来更多便利。